随侍往因周末欲奉坠衣，狐媚而图圣宝，屈妾以取神器。即转臣复以狼虎齐心，使一名两之辉，中干少阳之位。先皇大见，事及尽忠，遂为宵禁，便行正读。或生于举仆，幸酷于商臣，天地难容，人神皆愤。周欲安忍，恶伯日巡，见革所以怀凶，晋阳所以心乱，辨人为庆，迎行思臣。夫九族祭墓，唐地产其清明，百世本之文王表其光大，况复挥坏磐石，皎绝为臣唇亡齿寒，凝止于国，欲其长久，其可得乎？其罪一也。禽兽之行，在于具忧，人伦之体，别于内外。而兰陵公主逼信告终，谁谓可守之贤，翻见其乡之耻，逮于先皇平御，并进银环，诸王子女衔住金屋，聘鸡鸣于节旦，雄志自其群飞。亦依系成侯之朝，穷如同茂顿之寝。爵赏之初，女夜遂成功清宣营，无复纲纪，其罪二也。平章百姓一日万机，为小求衣，则鬼不食，大禹不跪于尺璧，光武不隔于肢体，以示幽情，深虑幽往，而荒免于酒。比昼作业，嗜好且乎，干事生计，常居枯室，每及遭秋朝野，罕见其身，群臣悉睹其面，断绝自此不行。夫奏于是庭庸中，山千日之影，名鼎无名，襄阳三雅之碑，流连巨笔，又广照良家，充选公耶，前为九世，亲驾四驴，自比商人，见要逆旅。因心之浅为小，翰林之罪更轻，内外惊心，遐而失望，其罪三也。上动下雨，者在易尧毛辞采船，乘诸史籍。圣人本意为避风雨，具呆珠玉之华，凝须提景之力，故玄氏重构。PG 1504。商兴已知灭亡，阿房崛起，二世事已倾覆，而不尊古典，不念前章。广立池台，多迎公关，金铺玉户，清锁丹池，必亏日月，隔河寒暑，穷生人之精力，庆天下之资财，使鬼上难为之劳，人固其不可，其罪四也。公田所撤不过十亩，人力所供才止三日，是以轻徭薄，富不夺农时，宁积于人，无葬于府，而苛税繁伟，不知计极，猛火屡烧，漏之难满，头会积敛，逆折十年之租，铸轴其空，日损千金之费，父母不保其赤子，夫妻相弃于匡床，万户则沉郭空虚，千里则烟火断灭。西蜀王孙之事，翻同原县之平，东海糜竺之家，俄臣邓通之贵，其罪五也。古先哲王卜真寻寿，唐于五载，周泽一计，本欲亲问疾苦，官审丰饶，乃复广积薪除，多被拥戏，年年历览，处处登临，从臣疲弊，
公顿辛苦。飘风冻雨，聊妾比于先驱，车辙马迹，遂周行于天下。秦皇之心未已，周穆之意难穷。燕西母儿歌云：浮东海而观日，家苦纳皆之情，人阻来苏之望。且夫天下有道，守在海外，一步乱华，在得非险。长城之意，战国所为，乃是居诈之风，非观击鼓之法。而追踪秦代，板筑更新，习其积虚，延茂万里，失海蔽野，且流成河，积怨满于山川，壕窟洞于天地，其罪六也。辽水之东，朝鲜之地，与共以为荒服，周王弃而不成，是以积弥达其身教，苟欲爱人，非求拓土。又强弩莫使李吴川于鲁缟，冲锋于利，俱能动于鸿毛，食田德而无堪，积累但而何用？而是众互利，强兵独武，围在并吞，不思长策。夫兵有火也，不及，将自焚，遂令一赵夷人指轮莫返。夫差丧国，实为黄池之盟，苻坚灭身，良由寿春之意，欲捕鸣单于前，不知携旦在后。复使相顾，抓而成形，一夫切齿，壮士二万，其罪七也。 PG 1505。 直言起卧，王臣匪公，帷幕从神，若惊虚立。唐尧见古斯文献替之言，夏禹玄陶，时听真归之美，而必见为博杜贤即能直视正人，皆由图害。左仆射齐国公高颖，上柱国宋国公贺若弼，或文昌上相，或细柳功臣，赞吐良药之言，翻家属漏之次，龙逢无罪，便遭下鬼之诛，王子何辜，懒被伤心之路，遂令君子结舌，贤人缄口，指白日而比胜，射苍天而感七，不误国之将亡，不知死之将至，其罪八也。设官分职，贵在权衡，察欲问行，无闻犯欲，而前神起论，铜锈为公，梁冀受黄金之舌，孟陀见葡萄之酒，遂使疑伦忧瞻。朕以会臣，君子在也，小人在位。积心居上，同极暗之言，囊前不如商赵一之父，其罪久也。宣尼有言：无信不立，用命赏祖，一起食言。自昏主四位，每岁行幸，南北巡狩，东西征伐，至如号尾陪璧，东都守固，闻乡野战，雁门解围，自外征夫，不可胜计，既立功勋，须酬官爵，而至怀藩赋，言行浮诡，为吉则勋赏悬授，克定则司伦，不行亦商鞅之班金，同项王之自印，方耳之下必有悬余，习其重赏，求人死力，走完逆坡，匹此非难，凡百枭雄，谁不仇怨？至于匹夫罪耳，素诺不亏，既在成于二三，其德其罪实也，有益于此，未获不亡。况四维不张，三陵总翠，无小无大，
渔夫渔妇共食殷王，咸之下灭。庆南山之竹，书罪未穷绝。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。是以穷其灾于上国，亚暴于中原。三，合纵风使之贪，四海被长蛇之毒，百姓兼亡，殆无一类，十分危计，才已而已。苍生凛凛，咸忧其国之崩，赤子嗷嗷，但愁溧阳之县。且国作将改，必有长期。六百殷王之年，三十击中之事，故称陆云，随世三十六年而灭。此则燕德之象已彰，代中之兆先见。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况乃参抢敬天，身虚位。 PG 1506。知除旧，遂新入境，甘公以为一心。兼朱雀门烧，正阳日食。胡明鬼哭，川结山崩。并视宗庙为虚之妖，荆棘履亭之势。下是则灾性非多，因人则救真更少。牵牛入汉，方知大乱之奇。王良策马，使验兵车之会。今者顺人江阁，先天不为，大事孟津，臣命景伯三千列。国八百诸侯，不谋而同辞，不召而自治。轰轰隐隐，如庭如雷，飙虎啸而鼓风声，应龙香而景云起。我为公聪明神武，其甚广渊，总七德而在公，包九公而挺出。周太保，魏公之孙，上柱国，蒲山公之子，家传圣德，武王臣继立之基，得起元勋。世祖四元皇之业，笃生白水，日角之乡变章，载旦丹陵，大宝之文思者。家以幸福图伟，民谐歌谣，六合所以归心，三陵所以改播。文王鳄鱼有礼，赤雀方来，高祖隐于砀山，同云自起。兵诸不到，赤伏至自长安，锋锐难当，黄兴出于梁、宋。九，五龙飞之始，天人暴变之初，力士诸南，大敌弥勇。上柱国，司徒东郡公狄让公宣帝构，义亮金轮，伊尹之左陈汤，萧何知府高帝。上柱国总管齐国公孟让，柱国立成公孟畅，柱国将军公裴行衍，大将军左长史秉元贞等，并运筹千里，勇观三军，急见则结交断鳌，弯湖则迎援落雁。韩彭将冠陈沛公之基，寇贾吴冯凤萧王之业，富有蒙伦邪周之士，拔巨头石之夫，骑马追风，吴歌照日。魏公蜀荡其运，福姿一照。公患甲胄，跋涉山川，栉风沐雨，起辞劳倦，遂起西伯之师，将问南朝之罪。百万乘旅，四七为民，呼吸则和。魏绝流，叱咤则松，华自拔。以此攻城，何城不陷？以此击阵，何阵不摧？譬游泻沧海而贯残垠，举昆仑而压小乱，鼓行而进，百道俱前。以今月21日介于东都，而昏朝文武，留守段达等，昆吴恶人，非廉坚硬，久迷天数，敢聚义兵，驱虑丑徒。
众有十万，回落苍北，遂来举府。于是熊皮角逐，皮虎争先。PG 1507。因其倒戈之心，成我破竹之势，曾为炫种，瓦解冰消，坑促则长平未多，机甲则雄而为小。达等助节为虐，因臣自固，踢冲乱舞，徒设九句之谋，鼓角将鸣，空平百楼之险。燕朝未暮，余游宋池，舔灭之旗，匪朝衣幕。然星落，虎牢，国家处机。我以先惧，为日久矣。既得回洛，又取黎阳，天下之仓尽非随有。四方起义，足食足兵，无前无敌。裴光禄人机，雄才上将，受胜专真，遐迩幽平，安危事托，乃时机之变，迁殷世下。元迁秦自蓝水，张须驼获在荥阳，窦庆战梅于淮南，郭循受首于河北，随之王后，辽可知也。清河攻防燕藻，晋丙荣绿略的东南，失之所临，风行电击。安陆、汝南，随机荡定，淮安、济阳，俄然送款。徐元朗以平鲁郡，孟海公又破济阳，海内因雄贤来回应。封明善取平原之境，好笑得据黎阳之仓。李氏雄虎视于长平，王德仁阴阳于上党。华公李靖考功郎中房山。姬发自临榆，刘兴祖起于白朔，崔白居在颍川起，方献伯以桥。郡来各拥数万之兵，据其牧野之会。苍明之右，函谷以东。牛九献于军前，胡将营于道路。诸军等并衣冠示胄，起子良才。神鼎临邑之秋，烈的封侯之始，暴变却起，今也其时，驼鸣鳖应，见机而作，一个纠率子弟，共建功名。耿衍之父光武、萧何之奉高帝，其指今张子寿、华盖朱伦，富贵以重当年，忠贞以传异业，岂不甚哉？若隋代官人同废尧之犬，上贺王莽之恩，仍怀蒯聩之禄。沈佩死于袁氏，不如张合归曹，范增困于项王，魏若陈平从汉。魏公推以赤心，当家好爵，择木而处，令不自疑。托猛虎犹豫，周中敌国，肃杀之人共负其主，彭宠之仆自杀其君，高官上赏，即以相守。如暗于陈氏，守迷不返，昆山纵火，玉石俱焚，尔等事其毁江鹤集。黄河带的明于淡淡之言，皎日立天之我情情之意，布告海内，贤使闻之。PG 1508。祖君宴之辞也。俄而得涛，得方俱死，复以正挺为左司马，正前相为右司马。柴孝和说密曰：秦的祖山代河，西楚备之而亡，汉高都之而霸。如于义者，令人稽首回洛，敌让首洛口，民公清简金瑞西袭长安，百姓孰不交迎，必当有征无战，即克金义也。故兵强，方更长驱崤函，扫荡东洛，传檄止纵，天下可定。但今英雄尽起，实恐他人我先，
一朝失之，是其何及？密曰：君之所图，仆亦思之久矣，臣乃上策。但昏烛尚存，从兵游。众我之所部，并是山东人，既见未下洛阳，何肯相随西入？诸将出于群道，留之各尽雄雌。若然者，待将败矣。密将兵封盛瑞，每入院与随军连战。会密为刘史所中，卧于营内。东都复出兵城之，密众大溃，弃回洛仓，归于洛口。炀帝遣王室充率进卒五万击之，密与战不利，孝和溺死于洛水，密哭之甚痛。是充营于洛溪，与密相距百余日，大小六十余战。武阳郡城元宝藏，黎阳贼帅李文博，环水贼帅张生，清河贼帅赵军德，平原贼帅郝孝德，并归于密，共袭破黎阳仓，据之。永安大族周法明举将，黄之地已覆密，其郡贼帅徐元朗，人臣大侠徐师人，淮阳太守赵佗皆归之。狄让部将王如信劝让为大冢宰，总统重物以夺密之权。让兄宽父谓让曰：天子只可自坐，安得与人？汝若不能坐，我当为之。密闻其言，因有图让之计。会士冲列阵而至，让出拒之，为士冲所及，让军少失利。密与丹雄信等率精锐赴之，士冲败走。明日，让进至密所，欲为宴乐，密俱撰以待之。其所将左右各分令就食。密引让入座，以良公示让，让方饮满。密遣壮士自后斩之，并杀其兄宽及王如信。让部将徐氏既为乱，兵所着，中重创，密俱止之，得免。丹雄信等顿首求哀，密病视而未遇之。于是亦让联营，遇其将士无敢动者，乃命徐氏。PG 1509。即丹雄信、王勃当分统其众。未几，士冲袭仓城，密复破之。士冲复移营洛北，造浮桥，西众以及密，密与千余骑拒之，不利而退。士冲因薄其城下，密减锐卒数百人以邀之，士冲大溃。真去浮桥，溺死者数万。虎贲郎将杨威、王辩、霍举、刘长恭、梁德、董志皆没于阵，士冲仅而获免。其夜大雨雪，士卒动，死者殆尽。密城甚陷掩尸，于是修金庸城居之，有众三十余万。留守为金右与密战于上春门，金大败，直于阵。将作大将宇文凯叛东都，将于密。东至海，代南至江，淮郡县，莫不遣使。归密。窦建德、朱粲、杨士林、孟海公、徐元朗、卢祖上、周法明等并随使通表于密劝进，于是密下官属贤劝密及尊号。密曰：东都未平，不可一此。即意其见，密复其强盛，欲自为盟主，乃至疏忽高祖为兄，请何从以灭隋？大略云欲与高祖为盟金之会，亦伤心于目也。侄子婴于咸阳，其旨以事后主直代王为义。
高祖览书笑曰：“李密路粮放肆，不可以折减治之。”吴方安及京师，为黄东讨。即相阻绝，便是根深以情。密京师所以为吴据东都之兵守城。高之恶，更求韩彭，莫如用密。宜卑辞推蒋，以交其志，使其不逾于我。我得入关，据蒲津而屯永丰，阻崤函而临伊洛。吾大事既已，令记事温大雅作书报密曰：“请者，昆山火烈，海水群飞，赤县丘墟，黔藜涂炭，不一容促，除忧及惊，争霸图亡，胡民风起，意义经络，强弩为臣。五五周原，僵尸满路，主上南巡，犯胶州而忘返，匈奴北斥，将被发于伊川，辇上无虞，群下结舌，大道夷国，莫之敢止。呼焉至此，自夷一七七百之机，穷于二世。周其以往书，弃以骸，邦国沦虚，未有如斯之酷者也。天生真名，必有私目。当今为目，非子而谁？老夫年余之命，愿不及此，心待大地。潘林复议，为既早应屠戮，以宁诏述。宗盟之长，属即见荣。PG 1510。复封于唐，思荣足矣。亦伤心于牧野，所不忍言，执子婴于贤。杨非敢闻命。焚尽左右，尚须安吉，蒙今之会，未暇保齐。今日栾于南信，恐同永嘉之事，故此中原居为茂草，心言感叹，时旧于怀，托之动静，数持一报，未面临京，用增劳枕。名利之地，风低纵横，身胜垂堂，免资红叶。密的书甚悦，是其部下曰：“唐公渐推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于是不于一师而专意于世充，俄而与文化及律众自江都北至黎阳，兵十余万，密乃自江步骑二万拒之。随越望洞称尊号，遣使受密太尉、尚书令、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、魏国公，领先平化及，然后入朝辅政。密将与化及相抗，恐前后受敌，因卑辞以报谢焉。化及至黎阳，与密相遇，密知其军少时，力在急战，故不与交锋，又遏其归路。密遣徐氏继守仓城，化及攻之不能下。密知化及良且进，因委与和以避其众，化及服之，悟大喜，自其兵时即密溃之。后知其计，化及怒，与密大战于魏州之铜山下，密为流矢所中，遁于极限。化及力竭粮尽，众多叛之，略极限，北去魏县。其将陈志略、张同仁等律所部兵归于密者，前后相继。初，化及留资重于东郡，遣其所属行部尚书王轨守之，致事轨举郡将密。密引兵而西，遣使朝于东都，直是阳地人于宏达县越望洞。洞召密入朝，至温县，闻事充作难而止，乃归金庸城。时密兵少一，是充兵乏时，乃请交易，
密出难知，秉元贞。好求私利，屡劝密，密遂许焉。初，东都绝粮，兵士归密者日有数百，至此的时，而将人亦少，密方毁而止。密虽聚仓而无府库，兵数战皆不获赏，又后府出复之兵，由是众心渐怨。五，德元年九月，世充以其众五千来决战，密留王勃当守金庸，自引金兵救偃师，北阻邙山以待之。世充军至，密遂败绩，裴仁基、祖军宴并为世充所虏，密与万余人持向洛口。世充为偃师。PG 1511。守江镇挺之下，兵士结叛，以陈将世充。密将入洛口仓城，秉元贞以遣人前引世充，密因知之，不发其事，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，然后击之。及世充军至，密后其不时觉，彼将出战，世充军已计矣。密自度不能之，引其而遁，尽赴五牢，元贞竟已沉，降于世充。密将如黎阳，或谓密曰：“杀敌让之计，徐氏计己至于死，今向其所，安可保乎？”时王勃当弃金庸，保河阳，密以轻骑自五牢归之。谓勃当曰：“兵败矣，久苦诸君，我今自刎，请以谢众。”勃当报密，嚎叫痛绝，众皆泣，莫能仰视。密复曰：“诸君信不相弃，当共归关中。密身虽愧无功，诸君必保富贵。”其府院柳氏对曰：“其朋子归汉，上识军书，明公与唐公同族，兼有仇袭之欲，虽不陪从起义，然而祖东都，断随归路，使唐公不战而拒京师，此亦公之功也。”众贤曰：“然。”密又谓王勃当曰：“将军世家重大，岂复与孤惧行哉？”勃当曰：“习汉高诸相，萧何率子弟以从，勃当恨不坤计尽从，以此为愧耳。岂以公今日失利，遂轻去就，纵身分远也，亦所甘心。”左右莫不感激，于是从入关者上二万人。高祖遣使迎劳相望于道，密大喜，谓其徒曰：“我有众百万，一朝至此命也。今世败归国，幸蒙殊遇，当思竭忠以示所奉耳。且山东连城数百，知吾至此，遣使招之，竟当归国。彼于窦荣、勋义不系，岂不以一台司箭处乎？及至京师，礼数亦薄，执政者又来求会，亦甚不平。寻拜光禄卿，封行国公。未几，闻其所部将帅皆不复世充，高祖时密领本兵往黎阳，召集故时将士，经略世充。时王勃当为左武卫将军，亦令为副。密行至桃林，高祖复征之，密大惧，谋将叛。勃当颇止之，密不从，因谓密曰：“一世之立志也，不以存亡一心。”勃当何功恩礼，其以性命相报？公必不听，今之可同去，死生已知，然。PG 1512。中恐无义也，乃见骁勇数千人，者妇人一，
戴木犁，藏刀群。下诈为妻妾，自律之入桃林县社。须臾，便服突出，因巨县。臣屈略处产，直去南山。臣险而东，遣人持告张善乡，令以兵应接。时又一位将军史万宝留镇雄州，遣副将盛宴师律部骑数千追聂，至鹿魂县南七十里，与密相及。宴师伏兵山谷，密军半渡，横出击，败之，遂斩密，时年三十七。王勃当亦死之。与密据船守京师。十里即为黎阳总管，高祖以计救京师密，遣使报其反状。即表请收葬，诏许之。高祖归其师，即发丧行服，备君臣之礼。大惧威仪，三军皆缟素，葬于黎阳山南五里。故人哭之，多有呕血者。秉元贞之将士冲也，以为行台仆射，镇华州。密故将度才干恨元贞被密，诈与之会，伏甲斩之，以其首级于密冢。丹雄姓者，曹州人也。敌让与之友善，少削剑，犹能马上用枪。密军号为飞将。密掩师失利，遂降于王世充，属为大将军。太宗为逼东都，雄信出军拒战，援枪而至，己及太宗。徐氏既喝止之，曰：“此秦王也。”雄信惶惧，遂退。太宗由是豁免。东都平，斩于洛阳。使臣曰：“当随朕板荡，阳地荒淫，摇动中原，远征辽海。内无贤臣以匡国，外乏良吏以理民，两京空虚，诏数疲弊。”李密英明不忍，守为乱阶，心断机谋，身临阵敌，据拱落之口，号百万之师。窦建德被皆笑乐推，唐公代以新代，不亦伟哉？即掩师失律，犹存麾下数万众，苟去猜忌，即去黎阳，任事迹为江城，信魏征为谋主，成败之事，或未可知。至于天命有归，大势已去，彼臣设有余矣。使则称守举兵，终乃甘心为将虏。其为计也，不亦为乎？又不能委职为臣，结臣事上，尽为叛者，终是狂夫，不取伯当之言，遂及桃林之祸。或以项羽拟之文，武器度极有余，壮勇断果则不及。杨素既知密之才干，何为王？ PG 1513。知爪牙，委之痴儿，促为谋主，富足之祸，其已也哉？赞曰：“乌阳既深，绝火不息，狂哉李密，使乱中逆。” PG 1514。列传第四。王世充窦建德。王世充，字行满，本姓之，西域胡人也。寓居新丰，祖之颓懦，早死。父收，随母嫁霸臣王氏，因冒姓焉，是至汴州长史。世充颇涉经史，有好兵法及规策，推步之术。开皇中，以军功拜仪同，累转兵部员外郎。善夫奏，明习法律，然武弄文法，高下其心。或有伯南之者，
是冲利口是非，词意风起，种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。大业中，累迁江都城，兼领江都攻坚。时炀帝数信江都，是冲善后人主颜色，阿谀顺旨，每入言事，帝必称闪，乃雕饰池台，因奏远方真物，以媚于帝，由是亦逆之。是冲之随镇江乱，因结豪俊，多收群心，有戏欲抵罪，皆王法出之，以恕私恩。及杨玄敢作乱，无人诛谢，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，自称将军，拥众十余万，随遣将军屠万绪、于巨罗等讨之，不可。是冲为其偏将，募江都万余人，平急破之，每有克捷，必归功于下，所获军食皆推与士卒，由此人争为用，功罪居多。十年，齐郡贼帅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，至盱眙，有众十余万。是冲以兵拒之，保都梁山，为五诈，相持不战，乃畅言兵走，雷师示弱。让笑曰：“王世充文法小利，安能领兵？”五，令身父取之，鼓行而入江都，使百姓皆入壁，野魔所掠，贼众见馁，又苦诈当其道，不得南侵，即奋兵为五诈。世充每日及之，阳不利，走还入诈，如是数日，让亦亲之，乃稍分人于南方超，留兵才足以为诈。是冲之其懈，乃于营中一造彻木。PG 1515。投方阵，四面外向，毁诈而出，奋急大破之，让以数十骑遁去，斩首万余级，俘虏十余万人。炀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略，复遣领兵讨诸小道，所向尽平。十一年，突厥为炀帝于雁门，世充进发江都人将往赴难，在军中捧手垢面，悲泣无度，小夜不解甲，及草而卧。炀帝闻之，以为忠，亦信任之。十二年，迁江都通守，时宴赐人革迁，为道数年，兵十余万在豆子中，为太仆卿杨义臣所杀。世充率师及其余众破之，又及卢明月于南阳，虏获数万。后还将都，炀帝大悦，自执杯酒以赐之。及李密攻陷洛口仓，进逼东都，炀帝特召世充大发兵于洛口聚密，前后百余战，未有胜负。又遣旧军拜世充为将军，去令破贼。世充引军渡洛水，与李密战，世充军败绩，溺死者万余人，乃率余众归河阳。十天，寒大雪，兵士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，比至河阳，才以千数。是冲自细欲请罪，越望洞遣使射之，征还洛阳，至营于韩家仓城，收河王散，复得万余人。而与文化及作难，太府清元文都，五位将军皇甫无异，右司郎中卢楚，奉越望洞四位于东都，拜世充为吏部尚书，封郑国公。文都魏楚等曰：“今化及事逆，仇耻未报，吾虽志在整戈，
而力所不及。为国计者，莫如以尊官宠礼密，以酷物权。但知使及化及，令两贼自斗，化及既破，而密之兵固一匹矣。又其士卒的我之赏，居我之官，内外相亲，亦为反见我失养。利以成其弊，则密亦可图也。楚等以为然。即日遣使拜密为太尉、尚书令，令讨化及。密遂称臣奉至，以兵拒化及于黎阳。每战胜，则遣使告捷，众皆悦。世充独为其麾下诸将曰：“闻都之备，刀笔利耳，无关其事，必为李密所擒。且无军人美语。”密战，杀其父兄子弟，前后已多，一旦为之下，无属无类矣。出言以激怒其众。闻都知而大惧，与楚等谋，因事冲入内。PG 1516。伏甲而杀之，其有日矣。那言断达雍诺，恐事不果，遣其女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世充。其夜勒兵为功臣、将军费耀、田舍等，据战于东太阳门外。耀军败，世充遂攻门而入，无意以单其盾走，获楚杀之。时攻门闭，世充遣人叩门言于洞曰：“元文都等欲执皇帝降于李密，断达之而告臣，臣非敢反，诸反者耳。”初，文都闻变，入奉洞于甘阳殿，陈兵未知，令将帅陈诚以拒难。段达缴动命，执文都送于世充，至则乱疾而死。达又缴动命，开门以纳世充。世充悉遣人带宿卫者，然后入夜陈谢曰：“文都等无状，谋相图害，事急为此，不敢背国。”动与之盟。其日进拜尚书左仆射、总督内外诸军事。世充去韩家城，移居尚书省，专宰朝政，以其兄世运为内史令，入居晋中。子弟贤拥兵马，镇诸城邑。未几，李密破化及骸，其进兵两马多战死，士卒疲倦。是充欲乘其弊而击之，恐人心不依，乃假托鬼神，言梦见周公，乃立祠于洛水，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及讨李密，当有大功，不则兵皆一死。是充兵多楚人，俗信妖言，众皆请战。是充简练精勇，得二万余人，马二千余匹，军于洛水南。密军掩失北山上。时密心破化及，有轻视冲之心，不设壁垒。视冲夜遣三百余骑潜入北山伏羲谷中，令军人秣马入时，驰鸣而薄密。密出兵应之，陈未陈列而两军合战。其伏兵发，乘高而下，持压密营，又纵火焚其庐舍。密军溃，将其将张同人陈智略进下掩失，密走保洛口。初，世充兄世伟及子玄应随化及至东郡，密得而求之于城中，至世尽获之。又执密长史秉元贞妻子司马正前相之母及诸将子弟，皆抚慰之，各领前呼其父兄。是充进兵，赐洛口，秉元贞、正前相等举仓城以应之。密以数十
其走河阳，虑于众入朝。是冲进收其众，振履而还。动敬拜事。冲太尉以尚书省为其府，备置官署。是冲立三榜于府门之外。PG 1517。一求文才学识堪济事务者，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阵者，一求能李渊网拥亦不深者。于是尚书陈氏日有数百，是冲皆功自省懒，殷勤未劳，好行小惠，下至军营其事，皆是此以诱之。当时有使者见其心口相违，颇以怀耳。是冲常于洞前刺食，还加大呕吐，一欲毒所致，自是不复朝请，与洞决矣。遣云定心。段达入奏于洞，请加酒席之礼。二年三月，遂册受相国、总百魁、封镇王，加酒席备物。有道士还法寺者，自言解图谶，乃上孔子避房记，化作丈夫持一竿以驱羊。是云：随阳性也，干邑者王字也。王居阳后，名襄国，代隋为帝也。又取庄子人间事，得冲福二篇上之，法寺是曰：上篇言是，下篇言冲，此即相国名矣，名当得被人间而应福，命为天子也。是冲大悦曰：此天命也。再拜受之，即以法寺为谏议大夫。是冲又罗取杂鸟，书博系其景，自言福命而散放之。有弹射的鸟来而献者，亦拜官爵。段达、云定心等入见于洞曰：天命不长，朕王功德甚甚，愿陛下依让告禅尊唐于之际。洞怒曰：天下者高祖之天下，若随德未衰，此言不可发，必天命有改，亦贺论于禅让公等皆是先朝旧臣。忽有私言：朕父当何所望？段达等莫不流涕。是冲又使人谓曰：今海内未定，须得长君，待四方一安，父子明辟，必若前盟，亦不为父。四月，甲为洞召册禅位，遣兄士运费洞于韩梁殿。是冲见及皇帝位，见元曰：开明，国号正，先封同姓王龙为淮阳王，枕为东郡王，凯为冯翊王，肃为乐安王，赐封书琼为成王，兄士恒为秦王，士伟为楚王，士运为齐王。又封琼子变为启王，恒子前寿为蔡王，伟子弘烈为魏王，行本为金王，婉为代王，运子仁则为唐王，道成为魏王，道寻为赵王，道林为燕王，兄士师子泰为宋王，君度为越王，立子玄应为皇太子，封子玄庶为汉王。是冲每听朝，必殷勤会谕，言辞重负。PG 1518。千端万绪，百思奉事，疲于听受。或亲其游历皆渠，亦不亲道。百姓但必路而已，按配徐行，谓百姓曰：昔时天子身坐九重，在下侍秦，无由闻彻。是冲非贪宝位，本欲就时，今当如一州刺史，每事清懒，
当与世庶共平朝政。孔门径有限，虑治庸塞。今只顺天门外置作听朝。又令西朝堂受一区，东朝堂受直谏。于是献书上事，日有数百，条书既繁，审览难辨，数日后不复。更初五月，侍充礼部尚书裴仁基及其子左辅大将军邢衍上书，左丞与文如同等数十人谋诛侍充，复尊立动，侍谢皆见害，夷其三族。六月，侍运因劝侍充害动，以绝众望，侍充遣其侄行本镇杀动，是曰恭皇帝。其将军罗氏信率其众千余人来降。十月，侍充率众东逊的，至于华州，人以兵临黎阳。十一月，窦建德入侍充之殷州，杀掠居人，焚烧积聚，以报黎阳之意。三年二月，侍充殿中监窦卢达来降。侍充见众心日离，乃言行俊至，加一人逃者，无少常皆作为禄，父子兄弟夫妻，许其相告而免之。又令五家相保，有全家叛去而凌人不绝者，诛及四邻，杀人相继，其逃亡亦甚。至于巧采之人，出入皆有限数，公私窘急，皆不聊生。又以功臣为大狱，亦有所忌，即收系其人及家属于宫中。又每使诸将出外，亦收其亲属职于宫内，求者相赐，不减万口。既坚实，累死者日数十人。是冲屯兵不散，仓粟日进，城中人相识，或沃土至瓮中，用水淘汰，沙石省下，取其上浮泥，投以米屑，作饼饵而食之，人皆体重而脚弱，枕以于道路。其尚书郎卢君业、郭子高等皆死于沟壑。七月，秦王率兵攻之，师至新安，侍充镇保相次来降。八月，秦王成兵于清城宫，侍充西兵来聚，隔见而言曰：“隋末丧乱，天下分崩，长安、洛阳各有分地，侍充唯愿自守，不敢西侵。季雄、古二州相去非远，若欲取之，岂非度内？”季敦林好。PG 1519，所以不然。王乃甚相亲意，远入吴的三峡之道，千里溃粮，以此出师，未见其可。太宗谓曰：“四海之内，皆臣正朔，为公执迷，独祖身教。东都士庶，即请王师，关中义勇，感恩。”智力至尊重为众怨，有司调伐，若转祸来降，则富贵可保，如欲相抗，无假多言，侍充无以报。太宗分遣诸将攻其城镇，所至折下。九月，王军扩攻拔侍充之宦元县，东逊的至管城儿还，于是河南州县相次降附。窦建德自清殷州之后，与侍充遂结深隙，信使断绝。十一月，窦建德又遣人结好，并成就援之。一侍充乃遣其兄子宛及内史令长孙安氏报聘，且起师。四年二月，侍充率兵出方朱门，与王师相抗，侍充军败。
因陈胜追之，屯其城门。士冲不猝不得入，金散难走，追斩数千级，虏五千余人。士冲从此不复敢出，但因陈自守，以待见得之援。三月，秦王秦建德病望晚，长孙安氏等于五牢回至东都城下，以示之，且遣安氏入城，使言败状。士冲惶惑，不知所为，将溃围而出，南走襄阳，谋于珠江，皆不达，乃虑其将，立义军门请将，于是收其府库，班赐将士。士冲黄门侍郎薛德因以文习不逊，先诛之，赐收士冲党羽段达、杨柱、丹雄信、杨公卿、郭士恒、郭时柱、董俊、张同仁、朱灿等十余人，皆露于洛渚之上。秦王以士冲至长安，高祖恕其罪。士冲对曰：“既臣之罪，臣不容诛，但陛下爱子秦王，许臣不死。”高祖乃释之，与兄丙、妻子同徙于蜀江行，为仇人定州刺史独孤修所杀。子玄隐及兄士伟等在路谋叛，伏诛。士冲自篡位，凡三年而灭。窦建德，备州张南人也，少时颇以然诺为士，常有乡人丧亲，家贫无以葬，时见德耕于田中，闻而叹息，具辍耕牛往给丧事，由是大为乡党所称。初为李常犯法亡去，会赦得归，复卒，送葬者千余人，凡有所赠，皆让而不受。PG 1520。大业七年，牧人讨高丽，本郡选勇敢游弋者以冲小帅，遂补建德为200人长。时山东大水，人多流散，同县有孙安祖，家为水所漂，妻子馁死。现以安祖骁勇，亦选在杭中。安祖辞平，白言张南令，令怒斥之。安祖赐杀令，王投建德，建德舍之。是岁，山东大饥，建德谓安祖曰：“闻皇帝时，天下阴盛，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，尚为高丽所败。今水辽为灾，黎庶穷困，而主尚不恤，亲驾临辽，加以往岁西征，疮痍未复，百姓疲弊，累年之役，行者不归，今众发兵，亦可摇动。丈夫不死，当立大功，岂可为逃亡之虏也？我知高基伯中广大数百里，官仆祖身可以逃难，乘间而出，掳掠足以自资，既得巨人，且观时便必有大功于天下矣。安祖然其计，见得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，令安祖律之，入伯中为群盗。安祖自称将军，书人张金称一节聚的百人，在何祖中条人高士达又起兵的千余人，在清河界中石诸道往来张南者，所过皆杀掠居人，焚烧舍宅，独步入建德之旅。由是郡县亦建德与贼徒交结，收系家属，无少常皆杀之。建德闻其家被屠灭，律麾下200人亡归。士达自称东海公，以建德为私兵，
后安祖为张金琛所杀，其兵数千人又尽归于建德。自此建成，兵至万余人，有往来高基伯、中、美亲身皆悟，与士卒军执勤苦，由是能治人之死力。十二年，涿郡通守郭炫率兵万余人来讨士达，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，乃进为军司马，咸以兵受焉。建德既出董仲，欲立其功以威群贼，请士达守辎重，自减精兵七千人以拒炫诈，唯与士达有隙而叛之。士达又宣言建德被亡，而取虏获妇人代为建德妻子，于军中杀之。建德委遣人一炫书请将，愿为前驱，迫士达以自效，曰信之，即引兵从建德至长河界，其与为盟，共图士达。炫兵亦懈而不备，建德袭之，大破炫军，杀掠数千人，获马千余匹。炫以数十骑遁走，遣将追击于平原，斩其首。PG 1521。以献士达，由是建德之势亦振。遂遣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余人讨张金琛，破之于清河，所获贼众皆屠灭，余散在草泽间者复相聚而投建德。义臣乘胜至平原，欲入高基伯中，建德谓士达曰：“历官随将，善用兵者，为义臣耳。心破金琛，远来袭我，其风不可当，请引兵避之。”令其欲战不得，空言岁月，将士疲倦，臣便袭击，可有大功。今与争锋，恐攻不能敌也。士达不从其言，因留建德守壁，自率精兵逆袭义臣，战小胜，而纵酒高宴，有轻义臣之心。简德闻之曰：“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惊大，此祸至不久矣。随兵乘胜，必长驱至此，人心惊骇，无恐不全。”遂留人守壁，自率精锐百余拒险，以防士达之败。后五日，义臣果大破士达，于阵斩之。陈氏追奔，将为建德守兵既少，闻士达败，众皆溃散。建德率百余骑亡去，行至饶阳，观其无守备，攻陷之。抚巡士众，人多怨从，又得三千余兵。初，义臣既杀士达，以为建德不足忧。建德复还平原，收士达败兵之死者，悉收葬焉。为士达发丧，三军皆缟素，召集王卒，得数千人，军复大振，始自称将军。初，群盗得随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，为建德美祸，世人必加恩遇。初的饶阳县长宋正本引为上客，与参谋议。此后随郡常吏稍以臣降之，军容易胜，胜兵十余万人。十三年正月，筑坛场于河间乐寿界中，自称长乐王，年号丁丑，属至官署。七月，遂遣右翼卫将军薛世雄率兵3万来讨之，至河间城南，营于七里井。建德闻世雄至，选精兵数千人，伏河间南界泽中，西拔诸城尾盾，云王入斗子中。世雄以为建德未己，乃不设备，
见得参知之，自律敢死士一千人袭击士雄。会云雾骤会，两军不便，随军大溃，自相踏及，死者万余。士雄以数百骑而遁，于军西陷。于是建德进攻河间，平战不下。其后城中石敬又闻炀帝被弑，郡臣王从律势力发丧，建德遣。PG 1522。史调之，从因使者请降，建德退舍巨传以待焉。从律官属素服，面赴一军门，建德亲解其父，与言随王之事，从俯伏陪哀，见得以为之气。诸贼帅或进言曰：“从惧我久，杀伤甚重，既穷方出，今请烹之。”建德曰：“此亦是也。方家擢用以立事君者，安可杀之？往在伯中共为小道，容可自缢杀人，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，何得害忠良乎？”因令军中曰：“先与王从友戏者，今感动摇，罪三族。”即日受从瀛州刺史，使都乐受，号曰金城公，自是郡县多下之。武德元年冬至日，于金城公社会，有五大鸟将于乐受，群鸟数万从之，今日而去，因改年为五凤。有宗臣人献玄龟一枚。景城臣孔德绍曰：“习下与鹰鹿，天西玄龟，精锐与与同宜，称下国。”建德从之。先是，有上古贼帅王须拔自号漫天，拥众数万入掠幽州，中流矢而死。其雅将为刀而带领其众，自号立山飞，入巨深泽，有徒十万。建德与之合，刀而因持守备。建德袭破之，又进并其地。二年，与文化及建号于魏县，建德为其纳言宋正本，内史。侍郎孔德绍曰：“吾为随之百姓数十年矣，随为吴军二代矣。今化及杀之，大逆无道，此无仇矣，请与诸公讨之，何如？”德绍曰：“今海内无主，英雄尽逐，大王已不依而起张普，随郡县官人莫不争归附者，以大王仗顺而动，亦安天下也。”宇文化及与国联姻，父子兄弟受恩随戴，身居不宜之地，而行事逆之祸，篡随自带，乃天下之贼也。此而不诛，安用盟主？简得称闪。即日引兵讨化及，连战大破之。化及保辽城，建德纵撞车抛石，机巧绝妙，四面攻城，陷之。建德入城，先夜随萧皇后与宇称臣。西收是炀帝元谋者宇文智及杨士览、袁武达、许弘仁、孟景及隋文武官对而斩之，萧守辕门之外。化及并其二子同载以建车至大陆县斩之。 PG 1523。建德每平城破阵，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，亦无所取。有不啖肉，常食唯有菜蔬，脱素之饭。其妻曹氏不依晚起，所使婢妾才十数人。至此，的工人以千数，并有容色，饮食放散。的隋文武官及萧果尚且一万，亦放散，
听其所去。又以随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，兵部侍郎崔君素为侍中，少府令何愁为工部尚书，自于随才拜寿，委以正事，其有欲往关中及东都者，亦自听之，仍给其衣粮，以兵援之，送出其境，攻陷明州。鲁刺史袁子干迁都于明州，号万春公，遣使往灌京，辞窦卿之墓，置首冢二十家，又与王世充结好，遣使朝随越望洞于洛阳。后世充废洞自立，乃绝之，使自尊大，见天子旌旗，出井入壁，下书言诏，追谥隋炀帝为闵帝，封齐王兰子正道为云公。然由一以突厥，隋义成公主先嫁突厥，即是遣使迎萧皇后，见得乐兵迁于其送之入藩，又传话及守以献公主，既与突厥相连，兵锋亦盛。九月，南侵襄州，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，退奔黎阳。襄州县杀刺史吕明，又进攻魏州，陷黎阳，左武卫大将军李世济、皇妹同安长公主及神通并为所虏，华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，携其手以奔建德，曰：奴杀主为大逆，我何可纳之？命立斩奴，而反轨守于华州，立人感之，即日而降。其继二周及兖州贼帅徐元朗皆闻风而下，建德是李世济，使其领兵以镇黎州。三年正月，世济舍其父而逃归，执法者请诛之。建德曰：既本堂臣为我所虏，不忘其主，逃还本朝，此忠臣也，其父何罪？竟不诛，舍同安长公主及神通于别馆，待以客礼。高祖遣使与之联合，建德即遣公主与使俱归，长破赵州，直刺使张昂、行州刺史陈军兵、大使张道元等，以轻易其境，建德将戮之。齐国子季九陵进进曰：夫犬各吠非其主，今临人间。 PG 1524。守力屈就擒，此乃忠确事也，若加酷害，何以劝大王之臣乎？建德甚怒曰：我至臣下，犹迷不降，劳我失旅，罪何可赦？晋又曰：今大王使大将军高士兴于易水抗御罗邑，兵才至，士兴即将，大王之义父为可怖。建德乃悟，即命释之。其宽厚从谏，多此类也。又遣士兴进为幽州，攻之不克，退军。吕龙火城为义所袭，士兴大溃。先是，其大将王福宝多勇略，公关等伦群帅及之，或言其反，见得将杀之。福宝曰：我无罪也，大王何听谗言，自斩左右手乎？既杀之，后用兵多不利。九月，建德自率师为幽州，亦出兵与战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二百级，一兵平胜而交，进袭其营，建德列阵于营中，田堑而出，即亦败之。建德薄其城不克，遂归明州。其纳言送正本，好执剑，
见得又听谗言杀之。是后人以为戒，无复进言者，由此政教易衰。先曹周既因人孟海公拥精兵三万，据周桥城以略河南之地。其年十一月，建德自率兵渡河以击之，时秦王公王世充于洛阳。建德中书舍人刘兵说建德曰：今唐有关内，朕有河南，下居河北，此鼎足相持之势也。闻唐兵西众攻朕，首尾二年，朕势日促而唐兵不解。唐强朕弱，其势必破阵，阵破则下有耻，韩之忧。为大王计者，莫若救阵，阵据其内，下攻其外，破之必矣。若却唐全阵，此常保三分之势也。若唐军破后而阵可图，则因而灭之，总二国之众，臣唐军之败，长驱西入，京师可得，而有此太平之机也。建德大悦曰：此良策矣，是会事。充遣使起师于建德，即遣其直方侍郎魏处会入朝，请解释充之。为四年二月，建德克周桥，鲁海公刘琦将范愿守曹州，西发海公及徐元朗之众来救世充。军至华州，世充行台仆射韩弘。PG 1525。开城纳之，遂进逼袁州、凉州、管州，皆陷之，屯于荥阳。三月，秦王入五牢，尽薄其营，多所伤杀，并擒其将尹丘、石赞。时世充帝事变为徐州行台，遣其将郭氏恒领兵数千人从之，合众十余万，号为三十万，军次成高，筑攻于板主，以示必战。又遣监使约世充共为表里。今二月，迫于五牢，不得进。秦王遣将军王军扩领轻骑千余超其粮运，获其大将张清特、鲁获胜众。建德数不利，人情为害，将帅以下破孟海公，皆有所获，思归明州。林晋进说曰：宜西兵济河，攻取怀州、河阳，使众将居守。更虑众民古建旗于太行，入上党，先声后实，传习而定。建区湖口，烧害蒲京，收河东之地，此策之上也。行此必有三利：一则入无人之境，师有万全；二则拓土的兵；三则阵为自解。建德将从之，而世充之使长孙安世因积金玉，但其诸将以乱其谋。众贤进谏曰：临近书生耳，岂可与言战乎？建德从之，退而谢进曰：今众心甚锐，此天赞我矣，因此决战，必将大捷，以依众意，不得从公言也。进故真。建德怒，拂出焉。其妻曹氏又言于建德曰：既久之言可从，大王何不纳也？请自府口之道，承唐国之需，连营建进，以取山北。又因突厥西超关中，唐必还师以自救，此则阵为解矣。今顿兵五牢之下，日月烟酒，徒为自苦，是恐无功。建德曰：此非女子所知也，且郑国玄命朝暮，
以待无来，继续救之。其可见难而退，是天下已不幸也。于是西众进逼武劳，官军按甲挫其锐，即见得结阵于泗水，秦王遣其挑之，见得进军而战，斗抗当之，见得少却，秦王持其深入，反复四五合，然后大破之。见得中枪，窜于牛口渚，车骑将军白氏让、杨武威声获之。先是军中有童谣曰：“斗入牛口，势不得久。”见得行至牛口渚，甚恶之，果败于此地。见得所领兵众一时崩溃。七曹氏及其左仆射其善行将数百骑遁于明州，余党欲立见得养。PG 1526。子为主，善行曰：“夏王平定和硕，是马精强，一朝被擒如此，岂非天命有所归也？不如违心请命，无为涂炭生人。”遂以府库财物悉分士卒，各领散去。善行乃与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。曹旦及建德七律委官署举山东之地，奉传国等八喜来将。七月，秦王福建德至京师，斩于长安市，年49。自起军至灭，凡六岁，河北西平。其年，刘黑踏复道据山东。使臣曰：“是冲奸人，遭逢昏主，上则余宁鬼俗以取荣名，下则抢辩是非以治群论，中行篡逆，自自戮梁，安忍杀人剿秦欲众，凡所委任多是叛王，出将秦王不至显露，其为信也多矣。”见得一服相驴道具和硕，抚育士卒，召集贤良。中绝世冲，中斩化吉，不杀徐盖，身还神通，审机因断，迷不有初。即宋正本、王福宝被谗见害，临近曹氏陈谋不行，遂至王灭，先客有终矣。然天命有归，人谋不及。赞曰：“是冲篡逆，见得必见，二兄及诸中原米乱。” PG 1527。列传第五。薛举子人稿李鬼刘五州院君张富高开道。刘黑塔徐元朗。薛举，河东汾阴人也。其父汪喜居京城。举容貌归位，凶悍善射，骁武绝伦，家产巨万，交结豪华，雄于边朔。初为京城府校尉。大业末，陇西群盗风起，百姓积馁，京城令好愿募得数千人，使举讨捕，受甲于郡中，立人衔籍，置酒椅享事。举与其子人稿及同谋者13人于座中结怨，矫称收捕。反者因发兵求郡县官，开仓以正平伐，自称西秦霸王。建元为秦兴，封人稿为齐公，少子人越为晋公。有宗罗者，先据党为群盗，致仕率众会之，封为一心公，于皆以赐封拜。略官收马，召集群盗，兵锋甚锐，所至皆下。随将皇甫宛屯兵10000，在福罕，举选精锐2000人袭之，与宛军遇于赤岸，陈兵未战，俄而风雨暴至。
初，风逆举阵，而宛不及之，忽反风，阵逆宛。阵，气色昏昧，军中扰乱。举策马先登，众军从之，随军大溃，遂陷伏喊。时羌守中立俗拥兵二万在名山界，竟以众将举兵，遂大振。晋人稿为齐王，受东道行军元帅，人越为晋王，兼和州刺史，罗为一兴王，以赴人稿。总兵略的又克善扩尔州，数日间，竟有陇西之地，众至十三万。十三年秋七月，举建号于兰州，以妻居士为皇后，母为皇太后，起坟茔，置灵邑，立庙于城南。七月，举陈兵数万出，拜幕，礼毕大会。人稿进兵为秦州，人越兵趋涧口，至河池郡。PG 1528。太守萧宇俱退之，举命其将常仲新渡河及李轨，与轨将李晕大战于昌松，仲新败绩，全军陷于轨。及人稿克秦州，举自兰州迁都之。遣人稿引军寇扶风郡，千元贼率唐毕律众拒之，兵不得进。初，必起扶风，立陇西李弘之为天子，有徒十万。举遣使招毕，必杀弘之，引军从举。人稿因毕持备，袭破之，并有其众，毕以数百骑遁免。举事一章，军号三十万，将途经师。会议兵定关中，遂留攻扶风。太宗率师讨败之，斩首数千级，追奔至陇底而还。举又拒太宗于陇追之，乃问其众曰：“古来天子有将是否？”伪黄门侍郎主亮曰：“昔越帝赵佗卒归汉，祖属主刘禅亦是晋朝，晋代萧从，至今有贵，转祸为福，自古有之。其位未清好怨屈而进曰：‘皇帝失问主亮之言，又何备也？’昔汉祖屡经败绩，属先主及王妻子，战之厉害，何待无知？安得一战不捷而为亡国之计也？”举亦悔之，答曰：“辽发辞问，是君等耳。”乃后赏愿，引为谋主。愿又劝举连结良师都，共为绅士，后路突厥，尔其戎马，何从并立？进逼京师，举从其言，与突厥莫贺多舍谋取京师。莫贺多舍许矣，兵随之，其有日矣。会都水监与文兴始于突厥，心说莫贺多舍指其出兵，故举谋不行。武德元年，丰州总管张长训进击宗罗，举西众来援，军屯高直，纵兵掳掠，至于兵其之地。太宗又律众及之，军刺高直臣，度其粮少，意在速战，乃命深沟坚壁，以老其师。魏即与战，会太宗不遇，行军常使刘文静因开山请官兵于高直西南，示众不设备，为举兵掩城其后。太宗闻之，知其必败，具与书责之。未至，两军合战，竟为举所败，死者十五六。大将慕容罗、李安远、刘弘基皆陷于阵。太宗归于京师，举军
取高职，又遣人稿进为宁州。好愿言语举曰：今唐兵心迫，将帅病情，京师骚动，可乘胜直取长安。举然之，临发而举。PG 1529。即赵乌视之，乌言唐兵为祟，举恶之，为己而死。举美破阵，所获士卒皆杀之，杀人多断舌、割鼻，或对倒之。其妻性又酷暴，好鞭挞其下，见人不慎痛而婉转于的，则埋其足，才露腹背而垂之。由是人心不复。人稿代董其众，委氏举为武皇帝。为葬而人稿灭。人稿举长子也，多力善骑射，军中号为万人敌。然所至多杀人，纳其妻妾，或与性子立，怒其不降，折于猛火之上。建歌以旦军事。初，拔秦州，西赵妇人道玄之，以醋灌鼻，或一其下窍，以求金宝。举美戒之曰：汝智略纵横，足伴我家。是而伤于苛虐，与物无恩，终当负我宗社。举死，人稿立。余哲直臣与诸将帅素多有隙，及四位众贤猜惧，好怨哭举悲思，因病不起，自此兵势日衰。自刘文静为举所败后，高祖命太宗律诸军以及人稿诗词高职，而坚壁不动。诸将贤请战，太宗曰：我士卒兴败，锐气犹少，贼以胜自骄，必轻敌好斗，故且避避以折之，待其气衰而后奋急，可一战而破，此万全计也。乃令军中曰：敢言战者斩，相持者久之。人稿勇而无谋，兼粮溃不属，将士稍离，其内使令嫡长孙以其众来将，人稿妹夫委左仆射中聚仇，以河州归国。太宗知其可及，遣将军庞昱及贼将宗罗于浅水原，两军酣战。太宗以进兵出贼不易，奋急大破之，乘胜进薄。其折直臣人稿穷促，律委百官开门将，太宗纳之。王师振旅以人稿归于京师，及其首帅数十人皆斩之。举父子相继委位至灭。凡五年，陇西平李贵自处则武威孤臧人也，有机变，颇亏书籍，家富余财，正穷既乏，人亦称之。大业末，为阴阳府司马。时薛举作乱于京城，诡与同郡曹真、关景、梁朔、李赟、安修仁等谋，曰：薛举残暴，必来侵扰，郡官拥窃，无以御之，今宜同心。 PG 1530。陆立保具何佑以观天下之事，岂可束手于人，妻子分散，乃谋共举兵，皆相让，莫肯为主。曹真曰：常闻屠趁云李氏当王，今鬼在谋中，岂非天命也？遂拜贺之，推以为主。鬼令修人夜律诸胡入内院城，见其大呼，鬼于锅下聚众应之，直父随虎奔狼将谢统师，郡城为市镇。鬼自称河西大梁王，见元安乐，
属至官署，并拟开皇故事。初，突厥和梭那克汗律众内属遣帝却达度却设领部落在会宁川中，有二千余骑，至是自称可汗，来降于鬼。武德元年冬，鬼见称尊号，以其子伯玉为皇太子，常使曹真为左仆射。仅等意欲进杀随官，分其家产。鬼曰：“诸人见逼为主，便须秉无处分。义兵之起，意在旧坟，今杀人取物，是为狂贼。立既如此，何以求计乎？”乃属统师太仆卿、侍政太府卿，削举遣兵轻轨，轨遣其将李赟击败于昌松，斩首两千，即尽虏其众，复亦放还之。赟言于轨曰：“今竭力战胜，俘虏贼兵，又纵放之，还使资敌，不如尽坑之。”轨曰：“不然，若有天命，自擎其主，慈悲士卒，终为我有。若是不成，留此何意？”遂遣之。未几，攻陷张掖、敦煌、西平、福罕，竟有河西五郡之地。其年，鬼杀其吏部尚书梁朔。初，鬼知其也，朔为谋主，甚有智略，众贤惮之。朔见诸胡种落繁盛，乃因劝鬼移家防察，与其户部尚书安修仁尤氏有隙。又鬼子仲衍怀恨，行于辞色。修仁因之构成朔罪，更憎悔之，云其欲反，鬼令击阵旧宅杀焉。事后故人多疑惧之，心旅从此稍离。时高祖方图削举遣使前往凉州与之相结，下喜书谓之为从弟。鬼大悦，遣其弟茂入朝献方物。高祖授茂大将军，遣还凉州，又令鸿胪少卿章侯德持节策拜为凉州总管，封梁王，给予宝鼓吹一部。鬼召群僚廷议曰：“今吾从兄因受屠戮，具有精义，天命可知。”一 PG 1531。幸不宜尽力，今去帝号受册可乎？曹真敬曰：“随师天下英雄尽逐，称王号帝，鼎至瓜分。唐国自据关中，大梁自处河。又己为天子，奈何受人官爵？若欲以小事大，宜依萧察故事，自称梁帝而称臣于州。”鬼从之。二年，遣其尚书左丞邓小随使者入朝，表称皇从帝大梁皇帝臣鬼而不受官。时有胡乌惑之曰：“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。”遂征兵驻台以候玉女，多所糜费，百姓患之。又属年饥，人相识，鬼亲家政之，私家庆敬，不能周遍。又欲开仓给粟，召众议之。真等对曰：“国以人为本，本既不立，国将倾为安？可惜此仓粟，而坐观百姓之死乎？”其故人皆云：“给粟为便。”谢统师等随旧官人为鬼所获，虽被任使，情犹不复。每与群胡相结，引进朋党，排鬼救人，因其大馁，欲离其众，乃构真曰：“百姓恶者自恃若人，勇壮之士终不肯困，国家仓粟须备。
不愚，岂可散之以功小弱？仆射苟越人情，殊非国际贵义。唯然，由是世数怨愤，多欲叛之。初，安修人之兄新贵先在长安，表请诣凉州招魏贵高祖。魏曰：李贵据河西之地，连好土御魂，结缘于突厥，兴兵讨即上以为难，其当时所能治也。新贵对曰：李贵凶强，臣如圣旨，今若遇之以逆顺，晓之以祸福，彼则平固复远，彼不见从，何则？臣于凉州亦待豪望，凡绝世数，弥不依附。臣之弟为鬼所信任，指点枢密者数十人，以此后系图之，亦于反掌，无不计矣。高祖从之。新贵至凉州，鬼授以左右卫大将军，又问以自安之术。新贵谕之曰：凉州僻远，人物凋残，圣兵虽逾十万，开的不过千里，既无险固，又皆藩戎，戎狄豺狼，非我族类，此而可救，实用为宜。今大唐具有精义，略定中原，攻必取，战必胜，是天所起，非人力焉。今若举河西之的伪执事之，即汉家斗戎，未足为比。鬼默然不答，久之。PG 1532。魏新贵曰：其吾必以江左之兵，犹称己为东帝，我今以河右之众，其的不为西帝。彼虽强大，其如帝何？君与唐为计，又隐于我，仇彼恩欲耳。新贵惧，乃猥亵曰：妾闻富贵不在故乡，有如衣锦夜行，今何家子弟并蒙信任，荣庆时在一门，岂敢心心，更怀他志。新贵之鬼不可动，乃与修人等前谋，引诸胡众起兵屠鬼，将为其臣。鬼律不齐千余出城拒战。先时有薛举助国西道仪，律羌兵300人亡奔于鬼，继许其次使而不受之，礼遇又薄，身怀愤怨。道仪律所部共修人及鬼，鬼败入城，引兵登皮，既有外救。新贵宣言曰：大唐使我来杀李贵，不从者诛及三族。于是诸臣老幼皆出一修人。贵叹曰：人心去矣，天亡我乎？携妻子上御女台，置酒为别。修人直之以闻。时邓小尚在长安，闻贵败，吾蹈称庆高祖述之曰：汝委直于人，为使来此，闻鬼沦陷，曾无促容。苟越正情，妄为庆越。既不能留心于李鬼，何能尽节于政乎？尽废而不耻。鬼寻伏诛，自起至灭三载，河西西平。赵寿星贵又武后大将军，上柱国，封梁国公，时时封600户，赐帛万段。修人左武后大将军，封升国公，并给田宅，时时封600户。刘武周河间景城人，傅匡喜加马邑。匡常与妻赵氏也，坐庭中，忽见一物，状如雄鸡，流光逐的，飞入赵氏怀。正一魔所见，因而有身，遂生五州。骁勇善射，交通豪侠。
其凶山。博美戒之曰：“汝不择交游，终当灭吾族也。”树立汝之。五，周婴去加入洛，为太仆杨义臣帐内，募征辽东，以军功受荐节。校尉还嘉为阴阳府校尉。太守王仁恭以其周礼之雄甚见，清誉每领律于后屯于阁下。因与仁恭事而私通，恐事泄，又见天下已乱，因怀异计，乃宣言于郡中曰：“今百姓饥饿，死人相枕于野，王府隐蔽仓不恤，岂忧百姓之意乎？”以此激怒众人，皆发愤怨。五州之众心摇动，因称疾不起，相驴豪杰多。PG 1533。来后问，遂垂牛纵九大言曰：“盗贼若此，壮士守志，并死沟。呵，今仓内积粟皆烂，谁能与我取之？”诸豪杰皆许诺。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后人公逝世。五州上夜，万岁自后而入，斩人公于郡，持其手出训郡中，无感动者。于是开领以镇穷乏，持袭境内，其属臣皆归之，得兵万余人。五州自称太守，遣使赴于突厥。随雁门郡臣陈孝义虎贲将望至便合兵讨之，为其桑前阵。会突厥大至，与五州共击至便，随师败绩。孝义奔还雁门，不忍杀之，以臣降于五州。于是袭破楼烦郡，进取汾阳宫，或随宫人以路突厥，使必可汗矣。马报之，兵威一振，即攻陷定襄，复归于马邑。突厥立五州为定阳可汗，以以狼头道。因建称皇帝，以妻举氏为皇后，建元为天心，以卫士杨福念为左仆射，内婿同县人院军张为内史令。先是，上古人宋金刚有众万余人，在益州界为群盗，定州贼帅为刀儿与相表里，后刀儿为窦建德所灭，金刚救之，战败，率余众四千人奔五州。五州闻金刚善用兵，得之甚喜，号为宋王，委以军事，终分家产遗之。金刚一生自劫纳，遂出其妻，请聘五州之妹。又说五州入途晋阳，南向以争天下。五州受金刚西南道大行台，令率兵二万人清并州，军黄蛇阵，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，袭破于次县，进县界州。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律众讨之，为贼所执，一军全没。仲文后的逃骸，复遣右仆射裴既拒之，战又败绩。五州进逼，总管齐王元及伪臣遁走，五州遂据太原。遣金刚进攻晋州，六日陈县。又骁卫大将军刘弘击梅于贼，进取快州，属县西下。下县人吕崇茂杀县令，自号魏王，以应贼。河东贼帅王行本又密与金刚联合，关中大骇。高祖命太宗一兵进讨，屯于亳壁，相持者久之。又命永安王孝基、陕州总管于云、工部尚书
独孤怀恩，内史侍郎唐简进取下县，不能克，军于城南。重卯 ，PG 1534。与贼将尉迟敬德袭破孝基营，诸军并陷，四将俱没。敬德还快。周太宗邀集于美良川，大破之。敬德与贼将寻乡右元王行本于蒲州，太宗复破之于蒲州。高祖亲信蒲京官，太宗自薄必清。其夜高祖于行在所，宋金刚遂为将州。及太宗还，金刚惧而隐退。五州副公李仲文于号州平战皆败，又溃运不属，贼众大馁，于是金刚遂遁。太宗复追及金刚于雀属谷，一日八战皆破之，俘斩数万人，获资重千余两。金刚走入界州，王师逼之。金刚尚有众二万，出其西门，背城而阵，太宗与诸将力战破之。金刚轻骑遁走。其骁将尉迟敬德、寻相张万岁收其精兵，举界州及永安来将。五州大惧，率五百骑弃并州北走，自甘竹谷王奔突厥。金刚复收其王散以拒官军，人莫之从，与百余骑复奔突厥。太宗进平并州，西复故地。未几，金刚被突厥而亡。江淮上谷为追其所获，腰斩之。五州又欲谋归马邑，嗜血为突厥所杀。五州自出起至死，凡六载。初，五州引兵南侵。愿君张说曰：“堂主举一州之兵，定三府之地，郡县引附所向风靡，此故天命，岂曰人谋？且并州以南，地形险阻，若悬军深入，恐后魔所计，不如联合突厥，结缘唐朝，南面称孤足为上策。”五州不听，遣军张守朔州，遂侵焚尽，击败。弃卫军张曰：“恨不用军言，乃至于此。”五州既死，突厥又以军张为大行台，统其余众，人令预设设都兵助阵。高祖遣御之，军张部将高满镇卫军张曰：“夷狄无礼，本非人类，岂可北面视之？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。”军章不从，满镇因人心夜逼军章，军章亡奔突厥。满镇遂以臣来将，拜朔州总管，封荣国公。明年，军章复引突厥来攻马邑，满镇死之，军章尽杀其党而去，退保恒安。军章所部稍稍离散，事促请将，高祖许之，遣使赐以金券。会突厥协力可汗复遣召之，军章犹豫未决。其 PG 1535。子孝正曰：“留五州族为阴间，今既降唐，又归协力，取灭之道也。梁楚已尽，人情稀离，如更迟留，便身肘腋。”恒安人郭子威说军章曰：“恒安之地，王者旧都，山川形胜，足为险故。突厥方强，唯我唇齿，据此奸臣，足观天下之变，何乃欲降于人也？”君章然其计，乃执我行人送于突厥，与突厥合军。
寇太原之北境。军张复见协力阵乱，尽率所部来将，拜安州都督，封瑞国公，赐十封五百户。高开道：“沧州阳信人也。”少义主言自己有勇力，走疾奔马。随大夜末，河间人隔千拥兵于豆子，开道往从之，属为将军。后迁为随师所灭，开道与其党百余人亡逆海区。复出略沧州，召集得数百人，北略城镇临于至于怀远，皆破之。西有其众。武德元年，随将李景守北平郡，开道引兵围之，连年不能克。景自度不能之，拔城而去。开道又取其地，进献于阳郡，有马数千匹，众且万人，自立为燕王，都于于阳。先是有怀荣沙门高谭胜者，因县令设斋，侍女大吉，谭胜与其僧徒五十人拥斋众而返，沙县令及镇江自称大成皇帝，立倪敬轩为耶稣皇后，建元为法伦。至夜，遣人招诱开道，结为兄弟，改封齐王。